这个果冻现在发749条啊，它是售价。
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啊，这个活动发九盒63条，需要的赶紧去拍吧，活动马上过去了啊。还有这个果冻啊，据上浮呢，发9盒，63条，包含3条试吃，没有用是可以退的啊。需要的赶紧去拍吧，活动啊。开始了。好吃。好吃。我能说，真的很香吗？吃一次就上瘾的那种。小宝，看我吃有点馋了。
慢点哈，太香了。巨香。这果冻来果冻了啊，发九盒。它这款果冻是进大款啊，有需要赶紧去拍63条，而且还给食谱啊。要怎么冲水？核桃贝贝第一次吃，这核桃贝贝老香了。又一个视频没录完。
接拍就可以了，不给你发酒盒。今天吃的花生汤圆，我吃的是这个牌子的啊，他家汤圆品质真，我吃了两款，我感觉这家品质最好。然后就是39.9发五包，有花生和黑芝麻的，随便选啊。
先来个果冻啊。印尼的，
这是202。鼓鼓囊囊的一个，黑芝麻。这是阿华田。喜欢吃的一定要去拍拍啊。